你快往那边跑，来来，对，稍微用力劲，用力劲。蛇估计都冬眠了，冬眠了，脱皮了。哇，是不是这个？你一说脱皮，这石头大哥，这石头，这个好吃。我没想到这个就是补给粮食这么好吃。哇，伙食非常的棒，那特别好，特别好。深深的新年，三二一，走。哦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都留下一首赞歌。我周震南愿意称他为最强最强最强，太眼睛了。所有新消防员对准自己的位置就位。好，所有新消防员背管带，老队员后退。交给我了，你叫我，你叫我。准备，开始。走。好。好，往那边跑。好，把这扭开，把这扭开，扭开往那边跑，来来。卷大一点，往里面卷，这个要往里面卷，这样，往里面卷。对，稍微用力劲，用力劲。坐到里面，对，把手拿出来，按进去，给它按进去，把这个盖子把两个扣子扣起来，好，背起来，走，加油，快要到了，加油。上去。这个今天下午啊，我们对这个常规机具和水泵来进行训练，新消防员们表现非常不错。哇，这个小溪是从山顶上流下来的吗？对，对，它这个小溪有些是常年山顶那个雪然后融化了，成这种小溪了。好想去喝一口试一下。我刚喝了，我就喝了一瓶。真就是那个水啊？真的吗？这个水是干净的，山泉水。等会儿要是有个离得近的，去喝一口。哇！这个水太凉快了。冰了哈，哇，这湖都是冰的，哇！班长，咱海拔最高能走到多高啊？刚刚我们出发的地方，我们 GPS 测量了一下，是2506米，上次我们走的是3600多米，是。哇，对，直坡上升1000米。嗯，大家看这个树长的样子，被雷劈了吧？对。就是，真的吗？对，那这树干从中间全部裂开了，这雷击，所以说打雷天不要躲在树下来，会不会有蛇出来啊？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，现在天气这么冷，蛇估计都冬眠了，冬眠了，脱皮了。哇，是不是这个？你一说脱皮，这石头大哥，这石头。周志南说这个是蛇皮，好吓人！你跟我说了，我吓一跳。周震南，你胆子可以再大点不？这个固体饮料是什么？你留那个小半壶的水，然后把它倒进去就可以了。固体饮料。我以为这个是直接嚼着吃。但是水如果多的话，倒进去没有味道。要不要拍一下试一试？好吃吗？怎么样？有点干，但是味道还行。还可以啊。
哇，你那个酱油炒饭不错。嗯，看颜色，看着挺好。这看着挺厉害啊。啊？给摄像看一下。来，给你看，给你看。酱油炒饭，把香辣酱给我。咋样？哎呀，绝美吗？这个好吃。我没想到这个，就是补给粮食这么好吃。酱油有点好尝呀。哇，伙食非常的棒，那特别好，特别好。到这里先吧。好的，明白。四班集合，来，三班过来集合了。集合了，四班集合，四班集合。好，起立。同志们，规矩不能忘啊！饭前一支歌，周震南，到。起个头，我们教的歌。神圣的新年，神圣的新年，三二一，走。神圣的新年，只为生命至上。光荣的使命，只为生命保障。我们是众志向往中国力量，对党忠诚，忠贞万丈，坚定的勇敢闯，赴汤蹈火，竭诚为民，我们为祖国浴血荣光，对党忠诚，刀山敢闯，纪律严明，火海敢闯，赴汤蹈火，竭诚为民，我们为祖国浴血荣光，我们为祖国浴血荣光。好，队友坐下。好，现在可以把自己的饭泡上了。开饭，开饭。偶尔吃啊，这个你们就是觉得太美味了。其实我觉得非常好吃哦。不会长不好吧？我们真的觉得在这儿多住一段时间肯定长胖。绝对的，但每天这样训练好像也胖不了。也胖得了。想胖还不简单啊？我们就是不想胖，但这儿饭太好吃了。真的很好吃。然后每次又刚练完又很饿，忍不住，你知道吗？啊。我觉得有饭吃还得有节目看呀。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能否听清歌词？我忘得一干二净。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。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明亮晶莹，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哦，没我迷失在黑夜里。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哦，等等等，我前行，我和我的祖一刻也不能分割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都留下一首赞歌。我歌唱每一座高山，我歌唱每一条河。三班，四班，四班，哦，四班，三班，三班。三班表演完了，该四班。四班了啊、哦！来吧。哎，你看这人好多大方，来。哎。五色的沙，冬天春放的感觉。母亲的眼泪永远难忘记。年少的我，喜欢一个人在海边。怎么有点印度？总是问。有另一个世界，总是以为永远的随手承担的男孩，哎呀，总是以为我若不经风中的样子，哎呀，
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，你这么硬得到我们还有梦。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，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。